肠粉，你们喜欢淋芝麻酱还是喜欢淋酱油水？昨天分享了蒸米粉，很多网友说用酱油水的做法，今天他来了。碗里加入两勺酱油，一勺蒸鱼豉油，一勺香油，一点点老抽，再来几颗白糖，加入一碗清水，给它搅拌均匀。锅内加入20克花生油，下姜片、红葱头、辣椒片、文蓿、葱，文蓿要带头，味道才好。炸到配料金黄金黄的，把酱油水倒进去，煮开3分钟，倒出来过滤，搞定完成。这样做的酱油水淋肠粉、蒸米粉、蒸面、蒸鱼、做煲仔饭都可以。